网曝蔡琳高子淇疑似离婚，蔡琳微博动态几乎删光了，关注也清空了。高子淇也发微博说，去年经历很多事，有网友爆料他俩去年年底已经离婚。蔡琳高子淇因戏结缘，2014年结婚，2017年生子。高子淇微博上次提到蔡琳还是2017年，所以这是分开了吗？网友表示，两人当初那么恩爱，不希望是真的，现在还是坐等回应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